你要喝橙汁吗？嗯。那……哦，我现在手不太方便。哦。周正，哎，把餐桌收拾一下，马上开始做饭了。好嘞。要不你也给我分配个事儿吧。真想做？嗯。那我教你做菜。好。这个菜很简单的，糟辣脆皮鱼。先像这样，在鱼身两侧打上花刀。再往事先准备好的鸡蛋芡粉里面加一些盐，这么多。嗯。调配均匀之后，把它们全都涂抹在鱼身上。等一会儿开始做的时候啊，就把整条鱼都放到锅里面，炸成金黄，再先捞出来放到盘子里。然后锅里留一些底油，放生姜末和蒜末炒香。再放辣椒、酱油、盐、糖，放进去炒匀，最后和葱花一起淋到鱼身上就可以了。嗯，是不是很简单？怎么样，记住了吗？差不多。我是个医生，你知道了。知道啊，我父母也是，平时都很忙，不太有机会能够互相见到。嗯，所以我无聊的时候就开始配音。我没有很复杂，是个简单的人。就像这样，金黄色，不要炸得太久，不然鱼肉会变得很老。嗯。生生。嗯。鱼炸至金黄。然后要炒姜蒜，对吧？
我很喜欢你。做我女朋友吧。我认真的。我们才见过几次啊？跟见面的次数没什么关系。万一不合适呢？万一合适，不开始就不会知道结局，对吗？把用一下锅底的油，现在开始炒姜蒜。香不香？香。那一会儿多吃点。桌子收拾好了，需要帮忙吗？差不多了。啊，珊珊，你这脸怎么了？你看吧，老师，你这炸个鱼，把珊珊妈这脸都给炸红了。哎呀，我过来帮你端个菜。辛苦了，木老师。好了，来了。你也出去等着吃吧，这雨有点大。来，珊珊，快坐。来，珊珊，坐我跟豆豆中间，坐这。来，鱼香千层茄。哎，想法啊！哎，这真是太丰盛了，你看看，光这汤都有三四道。嗯。这个烧紫排，烧花蛤。哎，这螺肉汤，这猪肚鸡。印度线他都会了，我的妈呀！哎，都是我俩念过的菜。这剁椒鱼啊，对，糟辣脆皮鱼。你们两个不会报就别在那乱报了。看看人家，这还得是生生啊。今天呢，主要是沾生生的光。嗯，哎，生生，你最开始是怎么进的古风圈啊？哦，一开始是有一个朋友让我帮他给一首曲子重新编曲，然后才知道了这个圈子。哦，哎，那你一开始的时候是跟着社团还是你自己一个人啊？一开始是自己一个人，后来我现在的社长听了我好几首曲子，就找到我，然后就进了社团。哦，还是有才华。嗯，他好几个作品都挺有名的。对对对，我知道，
大家应该都听过吧？都听过，都听过，都听过。那《与君归》大家不都听过吗？而且像这种啊，既会作曲又会编曲的，本来就算稀有人才，而且还会唱歌，怎么说呢？就是一个多功能一体机的概念，可遇不可求。你这形容的什么一体机？没有没有，唱歌真的不行，比不上专业的。主要呢还是作曲编曲。你这太谦虚了，会作曲多厉害啊！好多小社团的都没有作曲。对，社长也真是好命。哎，我做主挖墙角了，盛盛，来我们完美，天字一号可不只有配音社，还有古风社团。哎，我们俩是老大。对，我们两个都是老大。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我和我们社团的人感情可好。你来我们这。没事，盛盛，你那个他们开玩笑呢。别胡说八道。哎，那人家社长不光命好，这眼光也不错啊，咱没那个福气，咱只能羡慕。也没遇上。哎，太齐了。哎呀，辛苦了。鲜虾椒酿秋葵。啊，辛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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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太丰盛了。那个，我讲两句啊。那个，感谢生生，多亏了生生，我们才能吃到莫老师做的这么一大桌子好菜。说得好，哎，来，大家干一个，好，来，干杯，干杯，先生，你家，谢谢先生，对，来你家吃，快开动吧，来，不客气啊，好久没吃到鱼了，不是说香吗？多吃些，嗯，哎呦，这汤，你这腌笃鲜，这跟我航哥那一样的味道了都，你尝尝，尝尝，真的，我尝尝。你们吃不吃啊？你不吃鱼全被莫老师吃了啊。快吃快吃，莫老师做的鱼天下一绝。好吃好吃吗？我晚上有个线上活动，一会儿先送你回去。嗯。那我先换身衣服。好啊。哦。哦哦，那我先出去。嗯。嗯，有啥用啊？阿林。刚才。王泽，那他把你杠给断了。该你了。哎，叔叔，啊，来吧，我们刚开始，来玩玩吧，玩吧，玩玩吧，没事，不用不用，我看你们打就好了，我拿着水。谢谢。这里离医院挺近的。就是因为这个，才选了这个小区。嗯，和我外公选位置的原则差不多，他当初买房。说是步行就能到医院，很方便。医生这个职业嘛，就是要随叫随到。嗯，自从知道你是医生，我就特别能理解你为什么不能常上网。以前其实还好，研究生开始就忙了，后来更忙。嗯，我自己坐车回去吧，现在是下班的高峰期，你开车送我怕堵车迟到赶不上活动。那坐地铁，坐地铁不会堵车，也不会迟到。开往300的列车即将进站，请您站在安全线内候车，不要依靠或手扶车门，注意脚下安全。你活动几点开始？8:30。一共7站，来回差。
差不多一个小时，还好。放心吧，我算好了时间，不会耽误工作。嗯。来得及，来先急的我。喂，主要今晚的，因为都是大咖。啊，是。我也太想听了，专门配音的比赛。对，而且今晚邀请的评委都是有名的配音演员。今年。好吗？你肯定都听过声音，就对方这个人。进修的话，明年吧。今年实在太忙。好。啊，我先不跟你说了，地铁来了。报给我吧。好，严总。走。来来来，借过一下，不好意思，谢谢。列车运行前方是人员及站票，请前往人民医院的乘客做好下车准备，依次从右侧车门下车。下车时请注意列车与站台之间的空隙。他们刚刚说的就是你今晚要去的吗？对。这几年行业环境不错，大众知道的多了，过去没什么人提。啊，是啊，过去都是在网上说的。你第一次听我声音什么时候？第一部作品发布的第二年。哦，那很久了。那个时候我刚入行也没几年，你呢？我初中。那我们认识的好早。不好意思啊，再过去。不会迟到吗？工作的事，我从来不开玩笑。空小仙怎么也不联系我呢？是我说错什么了吗？切个水果，又摔又打的，连个叉子也没有。我们是吃啊，还是不吃啊？吃啊！你俩不吃，那都归我了。切的还挺好。哎，都归你了，吃吧。干嘛呀？他怎么了？叉子去了。今天这么周到，你尝尝。我尝尝就我尝。啊，好甜。浮夸。不好意思，发错了。没关系。看什么？吃啊。吃完药再给你们切。
哇，这也太诡异了。他是不是单身太久了？这好朋友谈恋爱，他压力太大？哎，猜不透，老男人的心思你别猜。我这两天手机坏了，刚买了个新的。见个面吧。为什么？我这样发誓不太好。昨天合同不小心被他们弄脏了，需要重新签一份。快递不行吗？正好要去你们学校，路过，明天上午。好吧，十点吧，我十点下课。笑什么呢？啊？咋了？节目不录了？这才几点，还早呢吗？还早，赶紧换衣服。那个主办方让你戴眼镜去啊。为什么？戴什么眼镜？说你戴眼镜比不戴帅。行，知道了。别迟到了。好嘞。戴不戴我都帅。你要不要再往里靠一点？啊，还有两站。一会儿到站了，你下车直接上去，二号口出去走5分钟就是学校。路上要是有陌生人搭讪的话，不要理。我又不是小孩。那一会儿我就不送你上去了，要马上坐对面的地铁回去。下次一定送你到宿舍楼下。现在为止，我们做男女朋友已经超过2小时。多付一次车票，浪费，我自己上去就好。
俩干嘛呢？西瑶，怎么了？你和你男朋友怎么开始的？我是说正式开始，他表白的。一开始是因为他喝软饮料咬吸管，做题咬鼻尾，就连喝瓶装饮料都要咬瓶口的，我就觉得好蠢好可爱，我就心动了。你这个点特别，喜欢这个东西说不清的，而且每个人不一样，心动的点也不一样。要是每个人一样的话，那我们就喜欢同一个人了。倒也是哦。嗯，没和他好的时候吧，我也以为我有理想型，后来才发现没有，就是看对眼了。哎，今天不是有那什么比赛吗？枪金词和绝美是评委，你俩不看？对啊，忘了。我本来想自习的。啊，陪你们看会儿吧。这节目组好聪明啊，知道今天的评委都是粉丝多的，把等待画面都播出来了。原来绝美叫周正啊，哎，这名字好听哎。哎，小欧，什么？太不习惯了。哎，哎 ，hello。哟，绝美老师。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什么好久不见？前两天天字一号不刚见过吗？哎，我跟你客气客气。哎，那个眼睛怎么样？还行。今天是相当的帅，是吗？枪老师来了，你来后台一下呗。哎，好，收到收到。枪老师，行行行，我们先去忙。老师您好，哎，给你简单换了啊。对，好嘞，好嘞，辛苦。绝美老师，嗯，给您请来一下话筒。好嘞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自己来。我们你先帮他们弄。好嘞。不好意思，按错了。没关系。上怎么都是枪金词啊？他不去现场吧？去，不过应该不上台。哦，哎，他长得怎么样？就挺好看。啊！哎，你看这弹幕刷的，我刚才还看到绝美给人发消息了，不会是女朋友吧？绝美有女朋友吗？没吧？他有女朋友吗？我怎么会知道？今天看的人还挺多的呀。我到了。现在配音演员真是越来越受重视了，太好了。想当年我们，你俩给谁发消息呢？我爸我妈。我在这是说单口相声呢。张老师，准备好了吗？那我们随时开始啊。快开始了。你看这弹幕上全在刷枪定词，还有绝美。自己玩，我准备了。果然啊。都是完美配音的粉丝，这么聪明。Hello， 现场和直播间的各位观众，大家晚上好。这里是声乐之音大赛的直播现场，今天呢是我们的第一站比赛，
大家呢可以看看我们左右两侧的大屏幕，线上各位网友的弹幕互动将会实时呈现在上面。哎，全是我们评委老师的粉丝啊。首先言归正传，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晚上的五位评委老师。他们是果然张晓欧老师，男生就是不会出现的。沈明老师，大家好，我是沈明。周正老师，大家好，我是周正，学妹沙溢。好帅呀！杨妮老师，还有各位期待很久的枪青瓷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枪青瓷。他应该不会是。那接下来有请今天的第一位选手，一号杜秋飞，欢迎他。大家好，各位评委老师好，我是一号选手杜秋飞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生一世江南老的节选片段。嗯，很期待哦。接下来把舞台交给一号选手。我当初要为你报仇，也想过这一步。假如沈家军多年报仇未果，最终全军覆没，那我一定会被人抓。哎，叔叔，有人刷你名字。快看，快看，快说，快说。哎，不行，没事儿。大家都以为我们是看节目的，没事儿。而且推出很刻意。就是啊。我还有个小号，要不？不行，生生慢的名字都已经出现了，你现在推出更不好。没事，待着吧，淡定。吃面，我就能报仇。我不该出生，所以命薄。在江南拴住我的是你，我活下来是因为那年你出生了。感谢六位选手陈少杰带来的精彩演绎。好，首先呢，邀请刚刚所有亮相过的选手们回到舞台上。接下来我们将会邀请枪青瓷老师线上为我们第一组选手进行点评。枪青瓷说：“来来，欢迎。”这是今晚的第一轮选手啊，有几位选手的声音感觉非常不错，很有张力，也很会渲染台词，但是为什么没有得到高分呢？其实我们几位评委的意见是一样的，大家的声音都很不错，可是对于词句的演绎有点过于表面了。每一个人物有他自己的感情和成长背景，甚至说话时会因为本身的性格和立场产生心理活动，还有说话的目的性。当然这些背景资料我们不一定会准备得非常齐全，这也是你们能够发挥的地方。我举个小小的例子，里面有一个角色，有一句台词，我记得有位选手是这样演绎的：我不该出生，所以命薄。这也太像了吧，跟刚刚那个选手一模一样，对吧？不，准确来说，虽然音色有点不一样，但是语气、断句、感觉什么的都太像了。是因为那年你出生了。的确很悲情很悲痛，但是如果情绪过于的夸张，过于的想用自己的声音去渲染去感染观众，反倒恰恰会缺少了打动观众的情感。真正能够打动的是这个人物他自己的情感，所以大家相信我，一个正常的人是不会像刚刚那样说话的。这一句台词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诠释方式，比如你可以选择自嘲，早已自我厌弃。我不该出生，所以我命薄。在江南拴住我的是你，我活下来是因为那年你出生了。
你也可以选择是对过去的一种愧疚，但内心仍有希望。我不该出生，所以命薄，在江南拴住我的是你。我活下来是因为那年你出生了。没有给具体的背景，就是让选手们自己去诠释，无论哪一种都没有错，最重要的是只要你能够打动我们。好，再一次感谢枪青瓷老师精彩的点评啊，也让很多选手真的是受益匪浅啊，也谢谢我们第一组选手，辛苦各位，先请我们后台稍事休息，谢谢。接下来我们即将要邀请到第二组选手，让我们把舞台交给他们。啊，这种直播真累人，我们看着都这么累了，他们现场录节目肯定更累。你是心疼他了吧？我是说现场所有人。不过，他本来就是做医生的，经常36小时、48小时的上班，这个应该算是小意思吧。枪青瓷是医生。他跟你说过吗？没有，就刚见过几次，还没有机会和你们说。顾生，你变了。龚小星，你看我们俩就从来不会隐瞒，我连我家那位怎么亲我的细节都告诉你，你怎么能不跟我们分享恋爱的过程呢？嗯，对不对？对对，老实交代。嗯，哎，主持人来了，快看快看。来，那今晚的比赛呢，到这里就暂告一段落了。也再次感谢现场的各位评委老师、各位观众和所有的工作人员对今天晚上选手们的陪伴。那我们的直播正式结束之后啊，今天在我们的在线直播间里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彩蛋，将会有一个神秘的礼物给大家送出。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。那有空一起吃个饭，行。东亚颂，豆豆豆饼，王可匪少，全都是完美配音啊，全都来了。这是流年之声的呀，流年之声，这是请了多少外援啊？就是特意为了这次配音大赛专程上线直播，当然因为各位在天南地北啊，因为这个网速的原因，也会陆陆续续上线，请大家耐心等待。原来不止完美配音啊，最老牌的四大社团全在这里了，这绝对不是节目组请过来的，肯定是枪青瓷还有绝美请过来的。其实特别羡慕他们这种在小透明时代就交的朋友。嗯，谁不羡慕啊？不要打扰我观赏神仙阵。哇，好多人啊！哇，都已经在慢慢汇聚了。各位，有没有你们喜爱的？哇，今晚绝对是福利惊喜之夜呀、啊，也算是迟到的情人节礼物了吧。那我呢就安心跟各位一样做个小粉丝，和你们一起等着他们的礼物了。大家好久不见，我呢在去机场的路上，用手机上的一会儿可能信号会不太好，大家多多包涵，尽量尽量。没关系，由于我们这些老朋友啊，只有我是客串网络主持的，所以今天这个午夜场呢就由我来担当主持。今天啊，除了一两位没有来的，几乎是全员到齐了，是吧枪青瓷老师？嗯，
真是全世界都喜欢调戏他。一定是因为今天是情人节第二天，所以苍老板昨天应该很忙吧？在做什么呢？在做什么呢？我在做应该做的事。啊！应该做的事儿，那是交代。干嘛去了？先看直播。好了好了，今天这个午夜场呢，开场的歌是串烧。怎么串烧呢？今夜最美的四位美人会为大家带来一个最引爆现场的开场。大家好，我是北斗小星。北城萧瑟，天涯回望路漫漫，烽火燎原，说风吹不断，壮士百战无人还，旌旗盘旋一处宽，魂似孤雁盘旋天际远，无限山河宽。多少英雄赴关山，相见恨太晚。好久没听到唱歌了，是。万贯功，射落月一弯，这江山，千军我来担。接下来把舞台交给玲珑剔透。大家好，我是玲珑剔透。悠悠千百年，弹指一挥间，兴衰变迁，繁华皆如烟，英雄豪杰。节目搞得真不错。探花一线，俯瞰人间，有谁知苍生最可怜？纵使千难经受，万般风流都化无有，此生一腔豪气仍依旧。纵使残破旧舟，干戈不休无人来救，我愿舍去红妆着甲胄。苍茫天地人群啊，接下来把舞台交给王可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可。声望百口一血的城关，烽火下世事变迁等峰回路转，策马大战杀意被我一念看穿，滚滚烈烈点燃一把狼烟的时间，一生作别风云只待真前相见，烧当年黄沙如雪时我在提着剑，一场热血泼洒下的埋骨，相惜相下面有请枪青子。飞往客船望不穿，细水漫漫，风云浩荡来，从我少小寒，千里行舟渡成山，风吹雨寒，此生辗转难是间肝胆。飞往客船江山，说风波中
太适合这种苍凉的曲子了。使臣笔墨，记我此生杀戮，可余少许，让我殿内灯下画你容颜，如始如初。你在忙？嗯，有些事情。那你快去吧。你先自己玩会儿，我忙完电话呢。时间太晚，就不给你电话了。好梦，或者应该是早安。思春呢？哦，不对，是思那位了。你走开。莫医生又值夜班了。嗯，临时过来的。那个十九号床的病人情况怎么样？挺好的呀，今天就出院了，等着家属过来接呢。您朋友的家人啊？啊，朋友的外公。小少啊，跟你商量个事儿，能不能让我自己出院呢？今天是工作日，让孩子们专门请假来接我，他不合适啊。那可不行，您自己也是医生，该理解我们的难处。您家属要是不过来，您年纪又这么大了，我们怎么可能放您走呢？好好好，听你的啊。走，来了，豆豆姐。哎，怎么就你一个？他们人呢？啊，那个莫老师在里面补觉呢。哎呀，我是真担心啊。你说他好不容易有个女朋友，今天手术，明天手术，后天又大夜班，大后天再被医院叫回去，到时候女朋友呢？没了。吃什么？我不吃了，我先走了。你干嘛去？我那个公司有事。哎，我今天买了好多，你吃点吧。我不吃了，吃这个就行了。你拿个豆浆。我还要上体育课，合同呢？合同给我。我给你签了吧。你在哪上体育课？远吗？远，过去得要十分钟呢。合同我给你签了。那，要不然我送你过去吧。啊？别熬了，走吧，上车吧，你们来不及了吗？走。哦，那谢谢啊。走吧，走吧。谢谢。
生了什么？上个体育课也有人开车送。把安全带系一下吧。哦。要帮忙吗？不用不用，没事儿。然后你跟我说一下怎么走吧。好。嗯。赶上了，谢谢你啊。那我就先过去了。好。哦，合同，等我下课，下课给你签。帮我压下去。怎么大四了还考体育啊？情况特殊，更小心。啊啊！老师，我来了，我先过去了啊。嗯，好。过来考试了，那个卷子你考过了啊？这两项考完就好了。啊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走，先垫球吧。太狠了，没有笔，笔吗？没有笔，要硬吧？晚上吃什么？我今天还有一节课，晚上才能回家。是吗？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今天休息。乖，陪你上课，让我吃饭，让我回家。你怎么知道我上这个课？杨林的课表。老师来了。还好是选修课，大家都不熟。同学们稍微等一下，我把柯健先给他连接一下。个样子，这是选修课，没关系的。今天要赏析的是一部枪战动作片，在看的时候呢，大家注意一下音乐的节奏性和画面的配合，啊，稍等啊。哎，这位同学，一会儿你帮我把窗帘拉起来啊。啊，好的，老师。恭喜毕业啊，更小心。厉害呀！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，老师最好了。快去吧，你男朋友等你很久了吧？不，他不是男朋友，他是朋友。老师，去吧，都已经考完了。谢谢老师，老师再见。再见。拜拜，考过了，拜拜。来，下一位同学。
蓝衣服的，来吧。你坐这休息一下吧。哎，考完了，终于考完了。谢谢啊，谢谢你送我过来，不然我真挂了。终于是考完了。不是你怎么混的？这大四了还考体育呢？我这不大二大三的时候交换出去了吗？没来得及考体育，这不就挪到大四了？哦。哦，谢谢。啊，我哪没擦干净吗？这还有点。那个合同我给你签了吧。啊，合同在车里呢，等你先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再去拿吧。哦，那等我缓完，我就跟你一起去吧。我这早知道你上体育课，我跟你去给你买杯奶茶就好了。我还好，不渴。我还是去买吧。哎，我的意思是，我不都考完了吗？我陪你一起去拿吧。行，那走吧。累吧，有点儿。是临时换课，换成了影视精品赏析。哦，来的正巧，我们可以去看电影。也好。老师，我看不清，能换个位子吗？可以。有需要换位子的同学啊，现在赶紧换好，别到时候再起来，好吧？不好意思。老师，那请问可以吃零食吗？您来一份爆米花吧，我觉得下次应该给你准备好。要谈恋爱的，你们下课可以去培养感情，但是看电影，我们还是要保持严肃。医院给请回去了，他好像去找生生了。钢铁意志啊！都这么帅了，还用拼搏精神谈恋爱？嗯，咱绝美呢？说是去签合同了，应该是公司的事儿吧？都这么有钱了，还不能歇会儿吗？这两天很忙吗？没有啊，挺闲的。
因为学分都修完了，就等着毕业了。哦，今天上那个选修课呢，是因为这学期没有什么正经的课了，随便选的。其实那节课还挺好玩的，老师每次上课像在讲单口相声。我还以为你很忙啊。啊，为什么这么问？下班的时候看手机，发现没有你的消息。我不知道发什么。之前不是随时都能聊吗？之前。现在反倒没得聊了。那你今天过来做什么的？我来这儿还能干什么？哦，我是说除了找我，你还有什么别的事儿吗？除了找你，我还需要做什么事啊？你带我过来是要吃食堂？不是，就没有想那么多就走过来了。那我请你吃食堂吧，我们学校有一家新疆菜，里面的大盘鸡做的超级好吃。好啊。嗯，走。走。大盘鸡卖完了。没关系，吃这个也可以啊。嗯，那下次早点来。好啊。你很喜欢吃大盘鸡啊。嗯。那下次给你做。好啊，好啊。你连大盘鸡都会做？嗯，我会啊。哦，你为什么喜欢做饭？小时候爸妈忙，在家闲的也没事情做，就开始学做饭。后来做着做着就越做越好，他们就开始带着我的饭去医院吃。再后来，我就经常给他们做饭。哦，真贤惠啊！啊，贤惠？嗯，不是。有天分。我小时候爸妈也忙，所以我在外公家住。我也想自己学做饭，不过，我做的饭无法言说的味道。被你这么一说，我倒挺想尝尝的。啊。你吃完饭有什么安排？没有。嗯，我也没有。那一会儿我们找点事情做。嗯，好啊。你过去约会都干什么呀？我没约过会。真的、啊？真的。嗯。你呢？我也是，我和你一样，没有约过会。你笑什么呀？我比你小，没有约过会，不是很正常吗？确实。大盘鸡想吃的话，我随时都能做。我做的味道应该不比你差。怎么了？哎，我忘了，我今天要去工作室打扫卫生。工作室？嗯，我们租了一个旧小区的房子，把它装修成录音室。当然没办法和你们天字一号比，刚起步。今天轮到我去打扫卫生。他们都是按时去的，要不然我先送你去地铁站，然后再去打扫卫生。我陪你去。这不好，你大老远的过来陪我，让你看着我打扫卫生啊。我今天就是来找你的，至于做什么都无所谓。走啊，带我去。嗯，走。就是这儿，
二楼彩色玻璃呢。哦，这里环境不错。嗯，对。哦，前边还有一个门，是一个很长的下坡，特别好看。下次我们走那边。好啊。看，这就是我们映射。哦，这边呢是作品展，虽然没有几个作品。我们这儿虽然没有你们那边大，但是小而温馨。哎，顾生你好吵呀！啊，我都没睡够呢，就被你吵醒了，我头还疼。哎呀，嗯，我该不该说话？这个沙发好硬，睡得我腰酸背痛。你随便说，但尽量不要说像你，就是不要像张青子。嗯，你怎么睡在这儿了？没带钥匙啊。哦，那为什么不开空调呢？万一感冒。节约能源。他谁？嗯。他是我朋友，好朋友。你好。我们之前见过吗？应该没见过。那我怎么听你这个声音这么耳熟啊？耳熟吗？就是很普通的声音啊。我先去洗漱了。啊。嗯。没事没事的，他人特别好。生生，别瞎聊了，赶紧打扫卫生。你先等一会儿，我很快，一个小时就好。嗯。哎，等等。干嘛？江青瓷不是追你的吗？你怎么回事啊？切不可得陇望蜀，这样做不对。不是。什么不是啊？你看你们俩那相眼神对的。一副郎情妾意的暧昧。我跟你说，我家偶像人不错，虽然我不知道他长得有没有问题啊，但是他人品绝对没问题。那可是江青瓷，多少人的志向和理想。我知道。知道你还跟那男的眉来眼去的。嗯。他是我隔壁学校的师兄。显得就是师兄这两个字儿。你没当过师兄？我从来不会觊觎师妹。哦，好，我不跟你说了，去打扫。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。让你来参观的，哪有让你劳动的呀？没事，我坐着也没事，我动不动啊。我家偶像哪点比不上他？哎，你们来了。啊。你们怎么也来了？走掉说没钱吃饭，我们过来送饭。这位是走掉，你朋友啊？我朋友，对，是他朋友，说是隔壁学校的师兄。你好。嗯，你好。哎，我们工作室怎么能让客人打扫卫生？快，一起帮忙。没事的，不麻烦。生生啊，去陪你朋友。去去去去。
别，大家都别动，今天轮到我了，本来就该是我打扫的。傻呀你，就你一个人遵守规则，走掉上礼拜让我帮他打扫卫生呢。哎，你能把话说完整了吗？那我还请你吃饭，你怎么不说呢？你自己爹。哦，那要不然这样吧，我也请大家吃饭，不用那么麻烦。哎，我们去你学校食堂吃，蹭你饭卡。哎，好呀，我想吃你们学校大盘鸡呢。啊，大盘鸡中午就卖完了。又卖完了？嗯。那我做吧。太麻烦了，点外卖吧，我看看。外卖没有我做的好吃。哦，顾生吃过，他知道的，可以问他。嗯，好吃，确实是好吃。走掉，你去陪着买菜，我们打扫卫生。那走吧，隔壁师兄，我先外面等你啊。好嘞，那我先去了。钱给我。好。注意安全啊。谁啊？追你啊？看着还不错啊。挺上心，会干活，不娇气，还会做饭。感觉怎么样？想发展吗？那强奸池怎么办？哥们儿，你目的不纯吧？看出来了。废话，我也是男的，你那点心思啊，我一清二楚。说吧，追生生多久了？很久了。很久也没用，实话告诉你吧，追生生的人可多了。是吗？嗯。那看来我更要努力了。努力也没用，他有一个追求者可有名了，是个知名的配音演员，粉丝好几百万，天天在微博上明示暗示，追得可高调了。哎，你是干什么的？有工作吗？啊，我是医生。医生啊？哎，奶奶，您去哪儿啊？我那拐弯就到家了。哦，我帮您，来，没事，我来吧。嗯。小伙子，你真好啊！不客气，奶奶。那这就是我家了。啊，这个是吧？哎，对，就这个嘛。医生也是个好职业啊，长得好，会干活，能做饭。慢点，奶奶。就算我是枪青瓷的铁粉，那我也是生生的铁哥们儿啊。没事，您说。要是真选，还是生生重要。再见，奶奶。算了，还是看他喜欢谁吧。你特地过来看我，又是打扫卫生，是做饭的，挺不好意思的。中午不是答应了你要做大盘鸡吗？既然大家都想吃，那不就好了？他们平时对我都特别的好，你别看我们是个小同龄社团，但大家相处的可好了。看得出。其实走掉和乖乖工资都不高，尤其是走掉，他其实租不起房子。住在公司的宿舍，偶尔呢会过来住，是因为他的舍友有人结婚了，老婆一来呢，他就会主动让出空间，让他们一家人出去。我们过去啊，也是个小社团，刚开始租房子都是大家凑的钱，后来接的配音工作越来越多了，慢慢好起来，再后来大家就开始工作，有了工资就更好了。应该不够吧，再来一点。我明示暗示你们多少回了，让你们学做饭，买了这么多厨具调料，第一次开火还是人家客人来，好意思吗？听见没？我厨艺又不行，做了你们也不爱吃。我觉得这人不错啊。我也觉得是不错，不过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。前两天我还看我偶像强青斯在微博上发了首歌，据说俩人一起去看了展。真的？嗯。不过吧，这生生跟强青斯也没见过几次面，我觉得吧，俩人没来电，肯定说清楚。有道理。生生又不是脚踏两只船的人，嗯，应该是没来电，然后才有了这个会做大盘鸡的事情。可不是啊。我刚刚套他话了，俩人认识好久了。啊？